全世界球迷2018年最关心的盛事之一就是世界杯足球赛，6月13号将在俄罗斯举行。美国佛勒纪念公园和民众共襄盛举，不止在南加州的格兰戴尔博物馆推出了世界杯经典展，高规格的艺术品收藏还有导览服务，更老早成为邻近社区生活中的一部分。透过墙上大电视，精彩画面重播。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不止让人热血沸腾，能把瑞士苏黎世世界足球博物馆内多项珍品搬到美国展出，全球更只有美国佛勒纪念公园获得这项殊荣。这一次呢，我们很荣幸哦，把世界足联 FIFA 他们的博物馆哦搬到我们这边。当然不是全部了，可是一些很珍贵的纪念品都搬到了我们佛勒纪念公园，而且这是 FIFA 世界足球联盟第一次允许他们的展品在瑞士苏黎世以外的地方展览。那很多民众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去把这些展品啊，就珍贵的东西都带来我们南加州给大家可以一起参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佛勒纪念公园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服务社区。不止博物馆收藏实力受到国际肯定，美国佛勒纪念公园创办人伊顿博士的艺术收藏背后也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例如彩绘玻璃最后的晚餐便是特别从欧洲手工打造，再一片片的运到美国来。彩绘玻璃是一片一片砌起来的，那它在做到犹大的时候，就是那个背叛 Jesus 的人，那他当时烧这块玻璃烧了5次都裂开了，都裂开了之后呢，他最后没办法就跪下来就问神，就是说神啊，如果你给我做的话那就让我做，如果不给我做的话那我再做一次还是裂的话就不做了。那最后一次跟神洽谈之后，那最后一次神就给他过了。所以每一个艺术品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而鼓励透过艺术升华悲伤，美国佛勒纪念公园近年来更多元化的推动高端艺术展览，例如2016年特别展出迪士尼动画片展览会，就是创始的迪士尼的一些手稿，那在我们这边展览。那后接着呢，又有一些Snoopy， 我们很耳熟能详的花生狗，那。这些呢老少咸宜、哦、像我这个年纪很适合，大一点的年纪是一个回忆 回想一下过去小孩子的时候，我躲在房子里面啊，躲在床铺里面啊，看这种漫画。那连小孩子的话呢就可以过来看一看哦，让他们了解其实我们这一代也有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漫画的主角人物了、所以真的是 很多样的不同的 展览，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多留意一下我们佛勒纪念公园，因为真的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墓园，我们是在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除了展览区专业受到肯定外，美国佛勒纪念公园延续最高品质的服务，更提供艺术品导览员专业解说馆内每一件珍品。第一，我们请了专业的那个艺术品的导游，那这个专业导游呢，他有我们有设计很好的路线，这些都是为方便民众可以过来很方便的去了解一下各种的艺术品的。那这个导游呢是专门被训练，而且是专业的，他会带着如果来参观需要导游的话，他会带着你全程一路去走，路线规划好，然后跟你解释这个艺术品有什么特别。以及它的来历。甚至在2017年，美国佛勒纪念公园更推出艺术五届世界公民曹勇画展，展现一种看透生死高尚的哲学修养，并且提供巴士接送，结果推出第一天便大受华人社区好评。一天下来我们 也有可能把出巴士载他们过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佛勒纪念公园真的是很就是一天，但是散散心过来了解一下，看一看艺术品，感觉一下我们的墓园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不管是大家是各自来还是团体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那电话也是很简单，888-689-8888。目标持续丰富民众的艺术生活。2018年起，美国佛勒纪念公园结合手机移动新科技，还推出 App， 方便来宾享受博物馆语音导览服务。我们的艺术馆呢，各种艺术品呢，也设计了一个小的 QR code。那如果有些人觉得，哎，我不想跟导游的话，没问题，也可以自己过来。只要拿着你的电话扫一扫 QR code， 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个艺术品的来历啊、特别之处啊、
在我们这边多久，所有的历史都在里面。美国福乐纪念公园扩大世界领先的生命礼仪服务，将持续在艺术领域上要当华人社区的好邻居。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福乐纪念公园官网。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